学，请接着看苦灭道生地第三句啊，从第三句看起，或名超等类。超等类还有更深的意思，那就是在修学的法门，法门无量无边呐，啊，这个法门，这是讲华严呐，中国古代的高僧大德，几乎一致都肯定，《华严》这部经是世尊出现在这个世间，教化众生的叫根本法轮。那么根本法轮的意思就是基本的课程，其他一切法门都是这一个法门某一部分的详细说明，所以称为枝叶，好像一棵大树啊。华严是根呐、啊，是本呐、啊。其他的法门呢、啊，那是干，是枝，是梢，是叶。都不离根本，都是来辅助根本，使这个根本呢，啊，无比的殊胜。枝叶茂盛啊，花果繁多，这个说法在佛门里面千百年来被大家一致公认啊，所以这个经叫超等类，超越一切宗派，超越一切法门，尤其幕后啊，十大愿望导归极乐啊，这样呢就变成三根普被呀、啊。立顿全收了啊，实实在在不可思议，达到了顶峰啊，古人也常说读华严经能够拓开心量，拓开视野，
心量大了，无论看什么事情就看得很深，看得很远啊。华严是讲大世界，变法界、虚空界是一个法身的。这个世界不是别的世界，叫法界。啊，法界里面融合无量无边的世界，成为一个界，一界法界，一法界。就是这个心量还得了吗？所以在现代这个社会啊，由于科技发达，交通便捷，资讯普遍，把这个地球啊缩小，很多人家地球村呐，啊，我们居住在地球村，起心动念要想到整个地球上众生的利益，这就对了。这个地球上的众生才能和睦相处，才能有真正的和平安定啊！和平安定是繁荣兴旺幸福的基础。如果这个地球动乱不安定，没有和平，怎么能兴旺？居住在这个地方的人是人心惶惶，没有安全感，当然衰落。啊，那么要达到安定和平，共识非常重要。华严来帮助我们建立这个共识啊，是无比殊胜的教材啊。这个经典里面的中心理念就是宇宙是一家，法界是一身，正是现在所讲的多元文化。没有私心的，念念为社会，念念为众生，自他是一不是二，为众生才是真正为自己啊，为自己是真正害众生，害众生就害自己，自他两害啊。为一切众生呢，自他两利啊。啊，这我们在华严里面学到了，啊，确实超越。那么这个经越往下面学习这些道理，这些事实真相
越来越清楚，越来越明白。啊，那么现在可惜的就是宣扬的人太少了，啊，这么好的东西就是缺乏介绍人，啊，没有人介绍啊，没有人说明啊，啊，我盼望啊，我们同学无论在哪个地方，你学了之后，你有了一点心得啊，得到一点实际的好处，心量打开，放下自私自利，啊，古人讲啊，与民同乐。现在在华严境界里头，是与变法界、虚空界一切众生同乐，上根十方诸佛了，下根三途众生。不但有情，还给树木花草、山河大地同乐。你看看这是什么境界？超等了耶！啊，这是佛道，这是菩萨道。再看第四句，或名广大心。啊，清凉大师有注解，我们看一看。道名广大心者，无不在故啊。注解虽然很少，真的意趣给我们说破了啊。广大心是什么心呢？佛心、法心。佛心是能证，法性是所证。能所不二啊。如果没有法性，没有所证，能性就不显了，他没有能力了啊。法性帮助佛性啊，让佛性显示出来啊。啊，那佛性证明法性，法性是真实的离体，谁能证实？谁能其如呢？佛性。佛性跟法性不二啊。啊，一个性啊。这个性在哪里？无处不在，无时不在。它是宇宙的真体，啊，宇宙是从它变现出来的，它能现啊，啊，
能信，这个信是真的。为什么呢？它永恒不变，不生不灭。自心没有大小，如果有大小，它就对立了，它就有障碍了。没有大小，没有先后，啊，没有大小，就是没有空间。我们不能说超越空间，超越空间，那空间还真存在了。没有空间啊，超越时间，那时间也还存在，你还承认有时间？没有时间，没有空间，没有时间，时空里面一切都没有啊。啊，这个里头什么东西呢？这梦幻泡影啊。时空也是梦幻泡影，都不是真实的。真实的是能变的法性啊。所以佛在楞严经上说的很清楚很明白啊，诸法所生，唯心所现的，这个诸法就是一切现象啊，一切现象的升起啊，是什么东西？是什么呢？是心性所现。心性为什么能现呢？没有理由。啊，法尔如是，这才叫真的，叫真相，这才叫虚妄。如果有个理由性，那就不能叫虚妄了，没有理由虚妄的。你晚上做梦还有理由吗？没有理由啊，没有理由。现在人去想，要把它想一个理由，想的人不一样，所以理由就很多。个人执着个人的理由，理由是妄想啊。那这个现象是幻象啊，你说你不知道自找麻烦吗？啊，所以佛菩萨告诉我们的，这个事情想不得了，啊，想全是妄想，妄想怎么能够明了事实真相？啊，只有真才能够明了真，妄不能明了真呐。那真是什么呢？真心立念。哦，你要把所有一切妄想、分别、执着，统统放下。真心现前，这个事情就明了了，你就清楚了。清楚之后是什么样子？说来我听听吧。佛说了，不可思议，这个话不是骗人的，真的啊。真相是不能思啊，不能思就是不能起心动念，不能分别执着，不能意识，不能说，事实就在眼前。
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你可以受用，你不能控制，你不能占有啊。了解事实真相呢，你在现象里头得大自在啊。在现象里面得真安乐，佛这个话说尽了，字字句句是真实话了，是真言呐。没有一个字是虚妄的，啊，这是把事实真相的真叫活盘托出。啊，你为什么不懂呢？不懂就是因为你有妄念。啊，也就是说，你分别执着，没有放下，放下分别执着，你就懂了。啊，懂了你就会表态了，就像禅宗大彻大悟。啊，你会生大欢喜，手无知足蹈之啊，那是表态。无量劫来蒙在鼓里头，这今天突然之间明白了，真的明白了。这种境界就是大乘教里面所说的明心见性，见性成佛。啊，自信信才是真正的自己。啊，真正的自己有多大？古人说得好，大而无外呀，无外就是找不到边，没有边。小而无内，所以大小就没有了。你能不能体会到？对立永远没有了，一念不生，哪来的对立？生了一念就对立了。为什么呢？一念跟没有一念对立了，就有念跟无念对立了。要知道自信里头没有对立了，没有矛盾了，没有疑惑，本来无一物啊。啊，宗门大德说，设思一法即不中，这就是言语道断。啊，你能说得出？不是的。所以，佛49年所说的经教，
他老人家最后的表态说得好，49年没有说一个字。如果有人说佛说法，就谤佛了。这个话的意思深了啊，太深了。佛49年把真实法完全显示出来，所以你要懂得49年他实现的，他所说的，那是善巧方便，那是一种奇妙引导的方式。你能随入随顺他的引导，你就能悟入真实。这个法子太妙了啊，这个法子呢决定不能执着。为什么？这法子不是真的啊，真的没有，它能够引导你入真实。所以佛才说法上应是何况非法。真正觉悟的人告诉你，其如真实应该怎样修学啊，他会告诉你放下。这就是把秘诀传授给你了。放下，放下，还要放下。下面一个名号，或名分别净。净就是彻底放下了，放下分别。分别里面当然包括有妄想，当然包括有执着。啊，说一个，三个都在里头啊！把妄想、分别、执着，通通放下了。话说的容易，实际上不容易做啊！啊，什么原因呢？妄想、分别、执着是无始劫来熏修成的。根深蒂固啊，哪有那么容易放下？执着放下，我们知道这大乘经上佛常讲的，六道轮回没有了，这三大类的烦恼啊。啊，分别要放下了，设法界没有了，妄想要放下了，一真法界里面41个菩萨戒位没有了。后面剩的就是一个究竟的佛果，这究竟佛果还要放下。如果有究竟佛果的时候，你还是没有放下了。
你还不能证得究竟。证得究竟要究竟放下。那个境界真的言语道断，心行出灭，不可思议这才真正是究竟圆满。华严经对这个道理，对这个事实真相，对这个境界说得很多，说得很清楚。这个经的分量大了，长说细说那对我们这种中下根性的人来讲非常有受用明了之后那你要真干真干就在这个镜子镜就是放下。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学什么？就是学放下我常常提一个纲领给同学们做参考，自私自利要放下，这是与生俱来的烦恼习气这是业障的根源所有一切的罪业都从这里生的，自私自利从这个地方升起，控制、占有，不知不觉。想控制，想占有，因为你有这个念头，有这个根，你生生世世，你会跟别人竞争，竞争升级就是斗争斗争升级就战争，生生世世你总没有办法避免争与人相争这争就树敌不管你是争赢了或者争输了给众生都结了怨了这一结怨呢生生世世冤冤相报你麻烦大了你苦就多了所以这个果报生生世世不如意原因在这里你学了佛了接受佛菩萨的教诲这个教诲是真实教诲你明白了你觉悟了你把那个真的念头放下了与人无争与事无求你只要能做到这八个字那恭喜你了你法缘殊胜
不但你在这个地球上啊，你就是走遍法界虚空界，一切众生都欢喜你。为什么呢？你不跟他争嘛。你无求吗？换一句话说，你对他只有利益没有害。只有帮助没有障碍，人家怎么不喜欢你啊？事出世间，一切有情众生都会尊重你。这个人才叫真正觉悟了啊，不再迷惑了，这个事情不再言说啊，不再讨论，要再落实，你才能得受用啊，念念还放不下，自私自利，还放不下，控制占有，啊，放不下名闻利养，放不下五欲六尘，那就是你控制占有的对象。有意无意啊，自自然然跟人家发生冲突，啊，造成对立，对立，这是违背自信啊。啊，你看看如来化身菩萨，他们是什么个样子？他们六根对六尘境界，无论是法佛法，不起一个念头啊！啊，不起心，不动念，没有分别之处。没有一样他不通达，没有一样他不明了，为什么？他没有障碍。他没有空间的障碍。设法界一真庄严，法界虚空界，像华严经上讲的无量无边的刹土，众生没有一个不明了啊，通通明了啊，智慧现前啊！啊，虽然通达明了，他如如不动啊，从来没起心动念过啊！啊，这就是。人家能守住自信啊，我们凡夫最大的缺点啊，这个一切罪业的根源，真如不守自信。这佛在经上常讲的啊，诸佛如来化身大的这个大士啊，他真如跟自信融合成一体，
我们要多想想，佛在经上教导我们身结意趣啊，这个身结不是妄想，常常想到经上这些开示，不可研究，就是想到佛说的这些话，念念不忘，把所有一些杂念放下，让心专注在这几句话上，这就是修禅，这就是禅定。时间久了，哎，不定是什么个缘分，哎，你忽然悟了。你要记住佛这些话不可以研究，研究你就不能开悟了，常常想着，这叫疑情，小疑则小悟，大疑则大悟，不疑就没悟了，你就 没法子悟进去，这个疑不是怀疑，叫疑情，佛所讲的当然是真的，我程度不够，不能理解，这叫疑情。你比如说佛给我们讲的事实真相，宇宙之间没大小，那都我们看到这明明有大小啊，他怎么说没大小呢？真的没大小，大小是你看错了，是你妄想分别执着里面变现出来的幻象，那不是真的。事实真相里头没有大小，它小中有大，大中有小，哪来大小呢？小能容大，是芥子能容须弥山，这已经很不可思议了。可是佛在华严里面告诉我们，微尘能容世界，这简直不可思议啊！在一微尘里面看到十方无量无边诸佛刹土，诸佛刹土并没有缩小，微尘没放大，告诉你没有大小，没有大小就是没有空间，同样在这一微尘里面能看到过去无量劫，能看到未来无量劫，这告诉你没有时间，没有前后就是没有时间，一真法界通通在你面前。这个不是我们境界，我们想去研究思维想不到，做不到的，所以不要思，不要意，常常有这桩事情放在心上，这叫疑情，时间久了，不定什么缘分触动了，一下就开悟，悟了你就欺辱了，欺辱之后别人要问你，你跟诸佛回答一样的，不可思议，言语道断，心行出灭，你也会是这样告诉人，那是宇宙万有的真相，所以妄想分别执着尽了，这个境界才能现前。妄想分别执着没尽，
这个境界，你只是听说而已。啊，妄想分别什么时候净啊？破一片无明，正一分发生，你就入这个境界了。啊，这个时候啊，执着净了，分别净了，妄想还没净，妄想就是无明，哎，破一片。还有残余，所以这个时候不在十法界了，啊，因为十法界是分别执着变现出来的，啊，你分别执着没有了，见不了，十法界没有了，一真法界，华藏极乐啊，到华藏极乐没有别的，要把妄想断尽。啊，破最后的这个妄想呢，不在十法界。就像世间读书一样啊，读小学，好比是断执着。啊，执着断尽了，小学毕业了，不再回到小学了，念中学了。中学里面呢，断分别，分别断尽了，不再中学了，离开中学了，念大学去了。大学里面呢，要把妄想断尽。啊，妄想尽了，大学毕业了。诸位从这个浅显比喻，你就明了了。啊，因为我们有妄想分别执着，所以才有六道，才有十法界。永嘉禅师说得好，梦里明明有六趣，啊，梦里是不觉，你有分别执着，明明有六趣，觉后空空无大千，啊，觉后是你能把这些烦恼习气净了，十法界六道没有了。大乘教里面告诉我们，烦恼菩提，提就是佛性啊，那烦恼要是断了，那佛性不就断了吗？哪有这种道理呢？转变，觉了之后啊，烦恼转变成菩提，相宗里面讲转识成智啊，转过来了，所以佛菩萨高明之处啊，就是会转。啊，这个境界是虚幻不实啊，好转的。他要是真的，那你就转不了了。不是真的，可以转啊。啊，转从哪里转呢？在念头上转。啊，为什么在念头上转呢？一切法从心想生，
这是佛知佛见的，这个是诸法实相啊。啊，相是梦幻泡影，梦幻泡影从哪里来的呢？从心想生。你的心想不善，就是六道三途；你的心想善，就是四圣法界。啊，我们要把心想善与不善通通断掉，那你就超越十法界了。超越十法界，你就回归到自然了，回归到自性了。啊，自性有没有相？有相，有体，体自然现象啊！啊，哪有体没有相的道理？啊，古人用黄金来做比喻。啊，金是体，相是气，用黄金做成许许多多艺术品，啊，工艺品。他的体都是黄金的，我说你统统不要了，不要有没有相呢？有啊，那个黄金一块一块的相，一坨有一坨的相，那个相也没把它灭掉啊，灭掉了那个相黄金就没有了啊。实在讲，你把它灭掉，黄金还是有。无非是它变成了微尘了，现在人讲的时候变成了分子，啊，原子、电子、粒子，那不是分解了？分解了，它还在呀，它永远不会灭呀。能现的现实不灭。所现的幻象也不灭啊，幻象只有变这讲因果，因果有转变，有相续，有循环，有这三种现象它不灭。啊，性不灭，相不灭，因果也不灭。我们起心动念，一切造作，不能不谨慎呐。啊，你有念头，你有思想，为什么不向善？古人常常教我们。至于至善啊，什么是至善？佛菩萨教导我们的是至善啊，你要是真正读华严，真正理解华严，你会承认啊，这是真正的至善。事出世间确实再也找不到了，讲得这么圆满，这么清楚，这么明白啊！听了的人纵然烦恼习气很深很重，做不到，哎，后头有倒归极乐再也往生。你看看，对于业障极重的人还有希望，这个法门不可思议啊！啊，在这个自古以来，学华严、念佛、求生净土。在家出去
我想这些人菩萨实现了。啊，华严经里搞明白搞清楚了，最后修行了，修行待业往生，稳稳当当。真的究竟圆满啊，这不可思议啊。要分别尽啊，现在在日常生活当中要把妄想分别执着淡化啊，尽量的把它降低。我们修行就有成绩可观了啊，境界会一年比一年好。现在就讲到这里。